爱，爱护，爱惜，爱心，安慰，摆，安装，按，把握，班主任，哎，哎，今天真倒霉，把身份证给丢了。爱护，每个人都要好好爱护自己周围的环境。爱惜，这座房子保存得非常好，看得出来主人是很爱惜它的。爱心，大家都知道老白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人。安慰，小静心情不好，你去安慰一下她吧。摆，桌子上没摆什么东西，只放了一本书。安装，我的电脑安装的是 XP 系统，你呢？按，我喜欢坐在海岸边，一个人安静地想些事。把握，我对这件事一点把握都没有，怎么办？班主任，我们的班主任年轻漂亮，人也很好，